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《要健康就运动》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肌力训练。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保持顺畅的呼吸，同时呢，感觉一下你的身体。如果觉得肌肉太酸紧或是太喘的话，不要突然间把动作静止下来。我们可以把动作缩小，或者是把速度放慢，接着再让身体休息，喘一口气，喝一口水，再继续练习。准备好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喽！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大腿的肌力挑战，所以每一个动作呢，做起来呢都会有一点点的挑战性。那你如果觉得动作太过于挑战，你觉得负荷不了，甚至是感觉到有一点发抖，承受不住，开始憋气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动作缩小一点点，再继续练习哦。我们从简单的暖身开始，将双脚打开来，差不多是比臀部再宽一点点。我们将右手绕圈经过你的脸，再放下来。我们再做几个，接着我们加上脚的动作，手绕圈，膝盖弯曲，再伸直，弯曲，再伸直。另一侧的手呢，帮我保持往下放松就好。打开我们的身体，活动一下你的肩膀，活动一下我们的大腿，很好。我们回到中间来，相反另外一边，一样先绕圈，经过脸，再放下，接着加上脚，弯曲，伸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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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个。我们回到中间来，相同的动作，我们两边轮流，一边做四个。右手弯直，弯直，弯直，最后一个。相反边，左手向后绕，膝盖弯直，弯直，脚的大小可以再稍微蹲低一点点。最后一个，回到中间来，最后一趟，右手弯曲。膝盖再弯，大腿再往下，很好。左边脚再弯曲多一点点，下上下上下上，最后一个。回到中间来，将双脚打开来，比臀部还要宽，让身体放松，轻松的左右动一动，两只脚轻轻的抬起来，再放下来。我们将双手呢来到胸前，两只手保持打开来的，身体向右边转过来。你好像搬着一个箱子，向右，中间，向左，中间一样，两边轮流。速度稍微加快喽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留意一下你的箱子的形状，不要改变。让身体尽量留在中间的位置，转动我们的臀部，转动我们的大腿，转动我们的脚掌，最后一趟，回到中间来，两只手往上提，吐气，膝盖弯向上，吐气，再一个，停留在中间的位置，重心转换，向右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左。你的身体也可以自然的跟随，往右跟往左。我们换一下我们的重心，感觉一下双脚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两只手往上提高，一样维持像拿一个箱子的感觉。我们从左斜上吐一口气，下来到右斜下，上，下，上。下，上，下。如果没有办法碰到地板的人，找到大腿，碰到小腿都可以。深呼吸，吐气，上，下，上，下。最后一个，停留。左手来到脚的前面或者是上面，打开右手向上，很好。吐一口气，手放下，先找到你的腿，把身体推起来，相反边，右斜上到左斜下，高度我们自己选择，大腿、小腿、脚掌、地板都行，向上下，上
下，每一次下来的时候，记得膝盖先弯曲，让你的大腿出力，确保我们的背不要太用力。上下上下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，准备停留，右手轻轻的放着，左手打开向上提，很好，手回到中间来，脚不动喽，膝盖弯曲，大腿向下，两只手上来找到你的大腿，跨在大腿的上方，臀部尽量往下，重心尽量向后。你在这里停留十秒钟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身体回来，将两个脚的脚尖打开朝外，大腿向下，双脚的脚跟轮流往上提，右、左、右、左。每次脚跟抬起来的时候，记得屁股不要跟着动，大腿尽量固定在下方。很好，最后一个，右、左，双脚一起往上，上、下、上、下、上、下、上、下，一样准备停留，大腿再向下。很好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脚跟踩下来，脚尖转回来，双脚放松，轻轻的踢踢。接着我们让身体转一个方向，右脚放在前方，左脚在后方，右膝盖弯曲，重心向前送，把左脚轻轻的往上抬，我们做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相反边另外一只脚，每次往上提的时候呢，腹部保持收紧，两个肩膀不要出力，往上咯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轻轻的放回来。接着让身体呢往下，我们要准备进入到地板的动作了。我们让膝盖轻轻的跪下来，先将臀部坐在脚跟的上方，两只手扣在胸前，让身体轻松的左右晃一晃。把肩膀呢稍微向后，你感觉身体有一点点往后躺的力量，待会我们做小小的往上，只要离开屁股一点点就好，小小的上再下，上下，每一次上来的时候感觉到你的大腿前侧正在用力，那每一次往下坐记得身体要稍微往后靠，感觉你的身体是直线向上，直线向下，就不会有往前跟往后的动作。我们再做五个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稍微停留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吐一口气，放松，身体轻松的左右动一动。刚刚是上来一点点，接下来我们是下来一点点。让身体整个高跪姿跪起来，两只手一样扣在胸口的前方，手肘尽量对着前面，确认你的身体不要上下晃动，吐一口气，让臀部往后，小小的，再回来，往后，再回来，所以你的屁股还需要感觉是往后靠近你的脚跟，好像要坐下来的力气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最后一个，一样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松，身体一样轻松的左右动一动。我们把两个动作串联在一起，向上五个，停留五秒，往下做五个，停留五秒，加油喽！向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 hold 住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整个跪起，往后坐小小的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hold 住五秒，
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松大腿，两只手来到前面，把你的脚轻轻的抬起来，放松动一动，双脚踩一下地板，来到下犬式，双脚轻松的踩一踩，放松一下你的大腿，很好，将右脚来到手的中间，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动作，膝盖弯曲，脚尖稍微打开一些些，把左脚收进来，小腿找小腿向下蹲，往上提，一样我们做五次，下上下上下上，还有两个，最后一个，停留在底下，你蹲在一半的位置，往下，五四三二一，脚向后回到下犬，放松一下你的大腿，双脚踩一踩，相反边左脚往前，这个脚尖呢稍微的打开一点点就好，向外膝盖也跟着打开，手往前送，大腿向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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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个，稍微停留在底下，小小的蹲，五四三二一，脚向后回到下犬，双脚踩一踩，脚跟往下，吐一口气，右脚往前，我们来到弓箭步，伸展一下我们的大腿前侧吧，左膝盖轻轻的跪下来，重心往前送，把我们的左脚小腿勾起，右手向后找到你的脚，把脚跟拉进来，靠近臀部，深呼吸，我们做三个，吸气吐气，吸气吐气，再一个，放松左脚，相反边，左脚来到前方，右脚往后，大腿的前侧靠近地板，臀部往下放，小腿勾起，左手往后抓到我们的右脚，脚跟尽量的靠近你的臀部，在伸展的时候会感觉到大腿有一点点酸酸的，保持呼吸咯，吐气，吸气吐气，再一个，吐气，很好，把右脚放下来，双脚往后，我们来到婴儿式，手掌心朝上，把背放松，肩膀放松，将身体慢慢的回到站姿，把脚收进来，膝盖弯，扶着脚，身体上来，双脚打开来，放松，踢踢，踹踹，两只手也甩一甩，双手来到胸前，手向前推，背往后，身体轻松的左右动一动，眼睛的视线看向我们的腹部，把背再往后推，伸展一下我们的背，往上提高，吐一口气，打开双手，像刚才的练习，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？是不是觉得肌肉比较有力量了呢？如果有些动作做起来还是有点吃力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慢慢的练习就好了，每天会依据身体的状况而决定你的身体，所以如果你睡得比较饱，身体也会比较有力气，别忘了练习、睡觉、休息都非常的重要哟。